来就好了。好。也太突然了吧！没有，都只找到你了。靠，只找到我，其他人是怎样？我先贴粉丝团链接。好。啊，另外一边 YouTube 已经准备开始，所以他们才会听到我们讲话。哦。所以我们现在就安静就好了。好，现在已经在读取了哈，所以我们就即将开始了。记得要介绍一下自己啊，就跟那个一样，就跟真实的一样。哎、欸，晚安好，默上。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一场的非常厉害的揭晓。我好，就是江平。对，你好，大家好，我是西刚。今天我们来到波多蓝鸟的主场，由巴尔的摩精英队对抗波多蓝鸟。先发的主播也是精英队的诺英，蓝鸟队的哈普。是，那我们看到今年哦，陈伟英今年整个球季的赛季表现都还不错哈、哦，拿到了16胜5败哈、哦。然后 ERI 值是 3.56， 先发了30场。那这一场是陈伟英的本季最后一场比赛，那我们期待陈伟英最后一场比赛能不能再取得胜投。这场比赛如果再取得一胜的话，那陈伟英就到达了17胜，那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记录。没错，像是另外一个台湾之光啊，今年他的表现算是不错的。先看一下精英队今天的先发打序，自从 Chris Davis 因为禁药风云被禁赛之后，哇，整个精英的打击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是。那这是今天蓝鸟队先发投手哈普的一个个人数据，这明显是跟陈伟英相较起来是有点落差。没错。那想请问一下这个蒋明，觉得陈伟英，在面对他季后赛今年啊，有没有机会取得个人的第一胜？哦，是觉得说他的机会蛮大的，因为就以投手来看 ，WHIP 值他算是蛮凸显的表述哦，凸显的表现出来哈、哦，那才1.236哈、哦，这算是蛮低的、啊。哇，我们看到先发的哈普投出第一球，正中了一个好球。对，这球回棒，没错，这球还有91迈，红中啊。等一下，我先把游戏的声音调小一点。好，这样你才不会你讲话的声音。Hey fans, stay connected to your team. 好。First pitch, 106.那我们看到哈本的球种蛮多种的，至少5种以上。哇，这球挥了一个坏球啊！哇，这球是一个内角很低的二缝线啊！看好球，没有坏球。有偏高 high fastball， 打者有上当。对，投手是想要掉一个 high fastball 哈，一个刚上一球是二缝线很低，打者挥空。现在要想掉一个比较高一点的快速直球来吸引打者出棒，球破坏掉，哇，
哇，连续两球都是打到界外啊，是破坏投手的节奏哈。又是一个界外球，哇！刚来上一球是来了一个外角的直球、哦，下一球马上投一个变速球在内角，会吸引打者出棒。哇，这球真是选得漂亮。没错、哦，投手的策略很明显哦，一高一低，然后一快一慢来试探打者会不会出棒。第一名打者最利用掉了将近八颗球了。哇，这一球直接是一个变速球，掉在好球在一个边缘、啊。哇，没错，现在投手的策略就是外角投快，内角投慢的吸引打者出棒啊。那不断的一个变换球速的落差来吸引打者出棒。他们说还是有点那个，等一下我再把它调大一点哈、哦。他是听不到吗？没关系，没关系，我这边声音再调一下。A very special welcome to the San Marino High School class of 1987. Ah, fans, the show nation. 那个比较好哈、哦。现在轮到第二棒 ，J. Marquez 打击出去这一球，就是被一垒手给接杀出局啊。是，哇，相当的快啊！这是往内角串。对，没错。那我们现在看到左的 Hubbard 哈，面对右打者的话，第一球通常都是会急攻他的内角哈，内角的速球。接下来轮到打击的是强打者 Aaron Jones 啊。Aaron Jones 之前担任第三棒的角色，今天也是担任第三棒。是。坏球，变速球，没错，我们左投的武器哦，还是他以 Hub 为主，还是以变速球为主哦，来对付右打者。这球打击出去是一个三垒方向的一个界外球，是左投的 Hub 一直不断的用内角的球哈、哦、来压迫 Aaron Jones。这球又是被一个偏低的一个球路给骗了，连三球都压这么低哈、哦、，Aaron Jones 似乎应该会可以抓到打者的那个投手的节奏。打击出去又是三垒方向的一个界外球。Harper 很明显哦，这一局面对第三个打者哦，球速用的有点偏多、哦，因为以先前两位打者缠斗蛮久的。三振出局，哇，这是有一个内角的直接串进去了。对啊 ，Harper 啊，面对右打者还是以强攻内角哦，不投外角的变化球以及配球方式哦，跟捕手今天搭配的还蛮顺的。哦，这跟中华职棒是不是有点不太一样？对啊。哦、那我们先今天第一棒必须要注意的是快腿 Jose Reyes， 第二棒是黄黑 Batista 陈伟英，我们看到的数据是去年的哈，对，今年陈伟英16胜5败 ，ERA 值是3.56，那他的他的九局三振数哈是高达 6.7 啊，那 BB 球的值 1.7 啊，算是表现还不错。那你知道全大联盟 BB 值 K 九那个 B 九值最低的是谁吗？就是陈伟英。不是，是一个曾经从洋基队转队的一个球员，今年也是投相当不错。这我们可能要询问一下现场的一个观众，对，看有没有人知道。对，其实这个提示还蛮明显的，他是今年才转队的，而且他今年真的表现不错。OK， 陈伟英热身完毕。
那我们看到陈伟英的球种蛮多的、哦，有快速球、滑球、曲球、变速球。在阵中有拥有两名金手套的一个球员啊，今天来到多伦多啊，也是有相当多的这个华人啊，特地为了看陈伟英的比赛啊，哇，这个手棒打击 ，Jose Reyes， 对。The shortstop, Jose Reyes. 哇，第一棒击出去，右手这边，好球！刺杀出局。哇，第一个打者陈伟英就只用了一球来解决，看来今天的感觉非常好。接下来轮到的是包爷啊，他的一个打击也是可以小看啊，是就捕手是只是说要攻这个偏低啊，是陈伟英是一位有球速的投手齁，那他的直球还是会是他的拿手的对决球，哇，这个漂亮的一个滑球是直接滑进去的口袋，是打者也在等待陈伟英的球路吼，有界外高飞球。对，巴蒂斯塔看到自己预测的球种，能预测到陈伟英会投什么球的时候，他就会尽量的挥棒。哇，又是同样位置的一个高飞球啊！是巴蒂斯塔现在抓到陈伟英投球的感觉哦，适时的一直在破坏哦，陈伟英的滑球一直连续的投进来，连续三球都打在同样的位置上，哇，是这是不简单了、啊，哇，捕手执意要配内角高哈、哦，看巴蒂斯塔会不会挥棒，又是破坏掉。这只是我考虑配个这个偏低的一个球呢，哇，是配的偏低的一个位置了。那捕手只是外角偏低，再度破坏掉。是啊，巴蒂斯塔这个打击哈、哦，缠斗了很久、哦，至少缠斗五球以上了，七球吧。好球、啊！哇，好球啊！哇，巴蒂斯塔不断的破坏陈伟英的直球以及滑球哈，找不到与陈伟英与捕手配合，来了一个内角的变速球，曲球。你明明就是变速球，没有，那曲球，刚那球是曲球。刚刚这三振真的漂亮，缠斗八球啊。这球打击出去，三垒方向，接杀出局。哇，球就直接打死可以请这个蒋明大概跟我们分析一下陈伟英今年表现的情况。跟他应该动完手术，我觉得是觉得说他的姿势吧，姿势以及他的那个投球的动作，就比较顺畅，不会像之前可能觉得有伤的时候那样不太顺畅的。哇，这球是个坏球啊！就投进了好球袋，但是主审并没有给他面子。打击出去，游击方向一个软落地红球。Jose Reyes接到球中，快传一垒，轻松的刺杀了。Bruce 出局。小 Harper 还是面对右打者哈，还是以右打者的外角为主。线的速球，底球是一个好球啊，走在外角哦。
哇，结果一个 high face ball 吸引了打者的挥棒。啊，哈伯连续两颗外角的直球。我们来看打者是相当不利啊。对，我们来看哈伯下一球会不会投一个内角的变化球种子，来吸引打者出棒。哇，就这一球打者没有位。哇，果然来一个内角偏低的变速球。今天是也是一场打击战，哦，对，投手战。双方是不是都打不好对方的一个投手投出来的球？哇，这个曲球是投的相当漂亮，对，其实非常的刁钻哦。对。追打一个外角，一个外角。好，先是一个78迈的曲球，再来一个92迈的速球，造成落差，使打者来不及反应了。打击出去，预定方向的滚地球。结束了这一局的一个进攻啊！是他攻得反了。没错，哈伯这一局投球数哈非常的精简。到是蓝鸟的中继棒次啊！跑球进垒。好，我们看一下陈维英哦。这一球投出哈，这场目前投到目前为止球的速度最快93迈哦，直球。刚刚是94迈。哎、欸，我看到是93嘞。就一个偏高的一个坏球破坏掉，刚好一坏。就看来是没有问题了。对，雷手。我的手已经锁定了。其实今天蓝鸟队的一个战绩啊，是不是有点虎头蛇尾啊？对，有可能是他们已经决定要练兵啊。他们在季初其实有一段时间是占据，哇，又是一个内角一个高位。哇，连续这都。这些球都让蓝鸟队的打者打不好。对。现在目前为止二局用了16颗球，中英球是比较精简的。对，跑球，哇，这球直接落到了网站边缘了。哇，这球有点 corner 边边啊，压得非常低啊，就是破坏掉。那陈伟英要投得好，必须快慢的球路哦，要搭配得好哦，这样就很容易吸引打者出棒。已经三振出局，哇！哇，陈伟英真的是有一种霸气十足啊！没错，我们看到这一球，看他投直球，哇，直接是三振出局了。今天陈伟英的一个 K 功也是相当不错啊。是。不过对手的一个投手表现今天也是相当不赖，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让精英队击出任何一支安打。哇，这个二缝线的一个直球扫进内角，不太好挥棒啊。对，内角近身哦，尤其二缝线又往内角钻哦，会吸引打者会出棒。哇，就是一个偏高的一个滑球啊，但是。
打者还是没有打到球。追来一个坏球，走传到一垒，刺杀，刺杀出局，让自己不死三振。Batting eight， 哇，连续三球就解决了精锐的一个打者，这球追打坏球。是我们看投手与捕手的配合，通常都是斜对角在配的配法。哇，二垒手接杀，运气有点不太好。二垒手已经直接就定位，直接接杀出局了。哇，这球如果穿出去了，是不是一支二垒安打？二垒安打，绝对是二垒安打。哇，这运气相当不好、啊。没错。哇，这时候轮到是精英队的后段棒次。今天哈普的这个球是还蛮敢投好球的、欸，对，都还蛮红中的。这球变速球没打，其实还蛮可惜的，因为是正中的。哇，这球也是一个相当刁钻的一个位置啊！对对，忍住啊！这球还能蛮吸，这球一般打者的话还蛮容易挥棒吼，在膝盖附近的嘛。打击出去。哇，非常漂亮、啊！哇，这球真的打得非常漂亮、啊，一个反向攻击，反向的。The right fielder number 21, Nick Markakis。我们看一下慢动作哦，来看一下打者。哇，用全身的力量、啊，这是一个比较偏高的位置啊，直接扫到了右外野。是。那接下来打者换到 Nick Markakis， 第一局跟捕手也是缠斗了相当多球啊！哇，第一球红中直球没有挥棒，这球还蛮可惜的哦。这其实电脑还蛮容易投第一球好球的，对啊，投手跟捕手配合还蛮敢配的哈、哦，让都配这种红中很疼的球，要让打者试图看能选好球数吗？这投手做个牵制的动作，这一个左投应该不可能去到他的垒吧？对，而且毕竟已经两出局了，打出去这球，哇，左外野手已经就定位了，接杀出局。这局算击出了第三打，不过中和反对下了残垒。Leading off with the Jays, center fielder Kobe Rasmus。这球带出去，游击方向。哇，可惜啊！这球游击手接的非常漂亮，可是因为。范围已经很远了、啊，要传到一垒是不太容易能接杀出局啊。没错，这时候我们真的要小心了、啊。虽然说现在面对后段棒次啊，是，但是在大联盟后段棒次也不是开玩笑。这球漂亮的一个变速球。连续两个好球都没有挥棒，哇！这球投得非常漂亮啊，在外角偏低的位置哈、哦，压得非常漂亮、啊。哇！我已经投出内角寄生球哈、哦，有点偏高，打者还躲了一下。哇！这球也是相当的边缘啊。是我们看捕手会不会配比较一些速杀的球种搭配。
逮出去中间方向的一高配球，见高不见远，不定位直杀出去。哇，现在轮到的是川崎宗哲啊，就是要提防他的一些什么突袭短打之类的。哇哇！一雷抓着跑了。不过这球打了一个界外球，真的必须要注意一下。是啊，陈伟英可能要看管一下一雷的跑者啊。做个牵制动作。好球啊！这球真是投得漂亮啊！哇，这个滑球慢慢的从内角偏地的位置钻进去哦，让川崎宗哲不太好选这颗打这颗球。哇，这个球被三振了，拉掉。哇，现在川崎宗哲还在跟裁判 argue 啊，这一球。是不是有点偏高啊？我裁判是没有理他。对，不过三。我们轮到快腿 ，Jose Reyes 上场打击。在前一次对战，他只靠了一球啊，解决了 Jose Reyes。连续两个好球。哦、这相当罕见啊！没错，比较偏低的直球，主审的捡了、啊，Jose Reyes一点也不以为然了、啊。这球，一个界外的一个擦棒球，哇，这球也是相当的一个50-50的有机会啊！球打到有一种方向，好球！哇，这是非常快速的结束这一局啊！准备挤出了一支安打呢。哦、不过目前为止，陈伟英看来投球的一个准度还是相当没错。没错，我们捕手搭配的节奏是非常还算是不错的。打出去，这球开始上打了。耶，中间手是翻了一圈的、啊，才将这球给接到。应该是说他接到之后翻了一圈的、啊。没错，冲啊！翻身体很容易受伤啊。Now batting number ten, center fielder Adam Jones。今天他投了三局，现在有4次三振了，不过也被挤出两次安打。哇，我们看到今天轮到 Adam Jones 啊。采取一个处理短打的战术呢？如果教练是李明世的话，会哦。我们看一下他们对决 Adam Jones 哈。哇，这球真是投得漂亮。哦，真要讲哈，他上一个打席哈，全部几乎都投内角哈，要失误要跟 Adam Jones 对决，那就不会闪躲。我刚刚这一球真的刚好掉进了一个内角，就跑得在的最边缘。偏高的球破坏掉，不错。第一球来了一个变速球，第二球来了一个 high fastball， 要试图破坏 Adam Jones 的节奏。好吧，第三球也投了一个变速球，我们再看看他会不会再投一个直球来破坏 Adam Jones。哇，就追来一个相当离谱的一个坏球，这是破坏 Adam Jones 的一个球感。没错齁，只投了四球齁，一三球全部配变速球，二四球全部配快速直球齁，利用速差来解决打者。像一垒有人我们得分呢，其实还是真的是要运气啊。对，我们看到强打者 Nelson Cruz
只有外角二锋线追打一个坏球。打进出去，这相关机会，这个飞鸿出去，这个飞鸿出去，出去了，他是打了出去的，飞鸿非常的抓到甜蜜点哦，直接大棒一挥，直接出去了。哇，这一球真的是捏真苦鲁，真的不能小看他。没错，内角近身低，一抓到节奏就直接大棒挥出去了。哇，这个要么不得分，要么就敲一支全垒打。没错。哇，陈伟英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好队友，今年真的是修来的不济啊。没错，我们再看一次这一球，尼尔森库鲁斯挥出去的感觉，直接打进去就知道是全垒打了，飞得相当的深远啊。没错，而且是中外野哦。这最远的距离啊，哇，直接上了第二楼的看台啊！得这两分哈，陈文英投起球来应该会比较压力小一点，对，会比较有自信心一点。哇，422尺的一个两分炮，这边游击方向哇，非常强烈的球 ，Davis 打跑者出局。两人出局。哇，这是个断棒了，界外球吓死人了。其实精英队啊，在这个这几棒啊，都是有打全垒打的一个实力啊。对啊，主要还是要抓住投手的节奏。哇，结果这边又投一个内角近身球啊，先打着挥棒。这球算是有点失投的二缝线哦，非常的靠近打者，打者还是被吸引到挥棒。哇，这几球都相当的有点夸张啊！对，他们可能是因为受到了尼尔森·库鲁斯的全垒打影响哦，控球率开始下，控球的精准度有点下降。打出去又是游击方向。Series 快传给瓦金，主击方向的一个订单相当多啊。没错。那这一球我们来看一下精彩重播。哇，这一路打到的是第二层的看台了，吓死人！Leading off the fourth inning, right fielder Jose Bautista。近身的一个内锋线，连续两球坏球。对啊，陈伟英虽然队友已经得了两分哦，那我觉得陈伟英的投球与捕手的配合还是要能正常，不要闪躲打者哦，毕竟球队还是领先两分哦。哇！就投了四球都没有掉进好球袋啊！我今天投了第一个室外球，室外球保送哈。他是不是对这几球的表现都相当不好？好球！哇！球在一个空间膝盖上方的外墙那个位置啊。是啊，我们陈伟英对决还是要勇敢与跟打者做对决哈，不要闪躲哈。现在毕竟球哇，就这一球爆头、啊，幸好没有掉得很远。没错，就在捕手站的位置正下方哈。这边哇，挤出一只，给安打了，穿了出去了。现在其实对球队来说是相当大的一个危机了，这场比赛面临最大的危机。对，一二垒有人哈，而且是没有人出局啊。我们看打者会不会做，并没有做短打的战术哈，还是要强攻。哇，这几球都投不进去啊。对。是身体有一些状况哦，
球是一个不错的一个内角的一个好球，好两块。界外。好，陈伟毅还是要尽量的利用速差来迷惑打者哦。就打出去，游击方向。哇，好球！可惜啊，可惜啊，双杀。哇，这球直接接到手套里面。Now batting, catcher, Deanna Navarro。哇，真的是，如果说不为了可以快一点的话，或许还有机会啊，制造一个双杀。对，那因为二垒手为什么会比较远离二垒垒远离二垒垒方？因为打者是左打者哦。这个布阵的关系啊，对布阵的关系。哇，这球是一个漂亮的曲球，他怎么挥棒？一下子来到了良好球跟坏球，对投手相当有利的一个状况。老换球场的太阳啊，是越来越大啊！哇，还是没有被骗到。哇，这是内角，刚刚好，刚好三块。没错，打者似乎知道陈伟英。与捕手配了球走后，大家都还在等他所想要的球，他在想要挥击，就是破坏掉。没错，陈伟英投了连内角的直球，还是被打者破坏掉。这个打击相当黏啊，对，两好三坏哦，而且才一人出局，一二垒有人，打者。不想要站着就被三振，打击出去左外野刚分球，就定位打出局，哇，这球解决了一半的危机了。这个名号是上一次打击被三振的巴西亚，这必须也要小心啊！现在是又得有人了。我个人认为，陈伟英关键的时候，他的对决球一定要出现哦。哇，连续两球都是一个界外插棒啊！对，今天取得好球数，良好球了。三振出局，哇，非常漂亮哦！最后一球。利用一个对决球直球哦，外角来吸引打者出棒哦。哇，这一局虽然陈伟英被击出两支安打，但是靠着投球啊，解决三名打者，化解了一个四分危机。Leading off for Baltimore, third baseman Kelly Johnson。哇，哈伯投的第一球是滑球哦，吸引左打者的出棒哦，从内角往外角。拐了出去了，其实对左打者来说，这种球是真的很难打。对，很容易被这种滑球迷惑，这种球算是最难打的一种。就是一个内角的一个滑球。啊，连续三球都是滑球，想要来骗打者。哇，今天其实母体的选球也是相当的算，比起过去来说是有进步一些、啊。对，就才刚讲嘛，上次真的有滑球，连续的三球，连续四球滑球都。哈伯似乎对他的滑球非常大的信心啊，能骗打者。哇，真的是哦，才刚讲嘛，就挥击啊。今天也算是一场投手战了。对啊。
法哈巴投了一个外角的直球，打者站着看了、啊。打到球，他不也投了五十颗球了，42颗好球，8颗坏球。如果以过去母体的选球方式，可能是坏球只有2颗吧。选球率有提高就对了。对，2颗提升到8颗。啊、靠背，我刚按了。刚讲吧。不是不是，这他就有一种魔力，你知道吗？有种魔力，你知道，就是你会想要去打，你知道，就是莫名其妙就按下去。我知道是一个感觉问题啦，就觉得说这球就是要一定要挥棒。对，就是他妈一定会拐我这样。我也不要小看我的打击哦。哇，他的滑球真的还蛮厉的，干。真的哦，他这个角度掉的非滑进来的角度非常的刁钻呐、啊。我都是投那种边边角角的，干，很恐怖。都是刚起两球都可以打。对。哦，哦串进来干。这个从外角滑到内角了，哦，那个角度非常的大。我是要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哦。哦，下来是很明显的一个坏球。我们看了四球配球，两球滑球，两球直球，再做搭配哈。哈伯对他的滑球非常的有信心啊！哇，两好三坏，没办法，母体选到他生涯代步我们看一下哈伯会不会再用他的滑球来做对决哦。我靠！哇！这球打着只能站着看着被三振啊！这个滑球非常掉进了外角偏高的位置，好球在边缘啊！站着被三振啊！你说这真的不好打，你知道吗？真的真的，刚以为他往上飘了，结果就窜进来了。这球实在不太行了。那我们期待哈、哦，陈维英能把局数吃长一点哈、哦，毕竟现在才59颗球，5局下半。来出去，看来是左边方向，左外野的一支平飞安打。哇，今天又是连续首名打者就上垒了，陈维英必须要注意一下。对，陈维英也必须要看管一垒的跑者会不会跑、啊。教练，台南队教练可能会做个打带跑战术。今天陈维英看来还是用直球比较多，他擅长的滑球好像威力并没有展现出来。对。捕手只是要投一个红中哦。哇，又是一支传出去的安打，上去一模一样。一二垒有人哦，没有人出局哦，危机出现。哇，又是一个连续的危机了。教练团是不是要喊个暂停上来，看看捕手与投手的配球方式是不是要改变一下？哇，现在上了川崎中哲啊，那这位。当好人吗？这球没有挥棒。哇，这球投了太近身的变速球。
的球，哇，是三垒方向攻击球，直接被好，再下一个人的危机了，五体的，这可以，哇，但是现在面对的是强拿子豪森瑞斯，真的是比较注意啊，所以接下来还有巴蒂斯塔，传说今天豪森瑞斯是拿什么没辙啊。哇，这球又是同一个内角的直球，没有吸引打者出棒。华塞略似乎看球看得非常的精准。好球，拉出来的一个变人。好，陈伟霆这局会投的比较辛苦一点。你好，三坏。对，今天陈伟霆的滑球失误精准度比较没有像之前来的精准，滑球没有掉进，比较不能掉进好球带。两好三坏。三振出手，哇，漂亮啊！哇，站着不动啊，都是 Rays。对，我赢这一球三振真的是投很大胆。对，他的霸气的直球哦，还是要上来跟打者做对决，内角的直球，直接是往内角塞啊。对，非常非常的犀利。这球打得忍住，不会放。都牛棚已经准备要开始要热身了。我们看，这时候是不是想要热身的是 Miller 还有这个 All Day 啊 ？All Day。哇，这滑球真的是掉不进去啊！对，我看今天陈伟霆呢。滑球似乎没那么好，没那么锐利。哇，这球忍住不挥棒，那是不是一个同样位置啊，相当近身那个内角好球。哇，打者又破坏掉了这球。哇，陈伟霆现在目前投了快80颗球，这一局，这局绝对是会最大的危机，两好球，两坏球，两人出局，啊，又破坏掉。哇，这个球挥棒落空，但这边这个不是三振，终于得刺杀出局。再度解决危机啊！对啊，没错，连续两局啊。虽然说精英队都有连续安打，但是陈伟霆连续解决三名打者的紧张和单打。对，化解能力，化解危机能力还算是可以。然后对队友的帮助。看他的滑球，我真的很讨厌。这个滑球太夸张了。他们那个出手点，然后进出去的点又差很多，你知道吗？你看他的那个滑球能力值都满的，太夸张了。他能力值满的吗？你自己看，快接近满的。靠呀，我没注意到。你自己看，他妈的，他是满的哎、欸，他滑球难怪不响。靠呀。长，我就不要走。看他的滑球满的实在太夸张了。对啊，那么陈伟霆只有他一点点而已。Now batting number ten, center fielder Adam Jones。哇，这，那就是 Adam Jones 两人出局了。对 ，Jones， 这必须要提防他的一个滑球。吼、哦，这个二缝线真的投得很漂亮，非常的近身内角的二缝线往内钻啊，88迈。
他拿手球的滑球，会不会看会不会又对又打又打者出现？谁要打出去？二垒方向的一个高飞球，接杀出局，结束了这半局了。哎，双方到目前为止只击出73打，陈伟英继续要上场面对太阳队的一个中心打击呀。过去这一局只要有打者上垒，陈伟英可能就要被换下去了。没错，因为还是要以球队的胜利为主哦，教练团就要看陈伟英的表现。那球评，你觉得这个对洋基队上次那一场故意要做给居特吗？我觉得不算是啦，但也刚好是运气好。哇，这球打者也是没有出棒。对，一号球两坏球。哇，哇，又是一个一号三坏，危机又再度出现了。哇，这是投不进去啊，陈伟英。哇，教练是教练团是应该喊个暂停来缓了一下陈伟英的投球节奏。哇，现不过现在应该是左投的关系，还是继续让陈伟英恢复这个令啊。哇，但是现在这球竟然没有判好球，有点诡异。电脑开作弊了吗？太臭了！哇，这球钻进去！哇！天哪！中英的控球是不是有点问题啊？是我们看到捕手配的位置都还蛮就是好球带的位置。哇，真的要换人，真的要换人了，中英。对，陈伟应该不太行了哦，连续的坏球一直出现哦。我们看一下牛棚，牛棚已经热身完毕了，要换上来。Miller， 左投 Miller。哇，陈伟现在有两名打者，现在都在垒上啊，这两个算进去的话，真的是很危险啊。没错。Andrew Miller， 今天陈伟英的控球啊，虽然说直球投枪不错，但是滑球是相当的不好。对，主要是他的滑球哦，对决球种太少，只剩下变速球，一根直球，变速球在配，非常的难配哦。好球，哇，球是四麦的一个速球。我们剩下三局要打爆吗？不卖唱。第一个球又是一个好球，没有挥棒。哦，95迈的近身直球，压迫了打者，没办法出棒。哇，断棒啊！这球有机会呢。哦，一垒推进了一垒的一个跑者啊！这个球威相当不错。对，我们看，我这球是有机会制造成双杀的。如果说这个球如果滚动快一点的话，或是直接掉进了跑者的手套，对，是有机会双杀的。哦，这球穿进了内角，但是没有买单。对，我们看对球球种，还他的球种比较少，二防线。哇，这边三垒方向一个高飞球，来投出定位，轻松接杀出局，两人出局。哇，今天的 Rasmus 啊，个人已经击出2支安打了。对，2支2的标准。好球啊，这个好，哇，就投得漂亮。
哇，我们看这个滑球的角度也是非常犀利。虽然有坏球，杨老中。打击出去，左个边方向，看来是没有问题了。另外一球，周定伟接上三人出局。哇，台上队这局再度攻我反算，靠着自己的连续四坏球啊。但是啊，站上一二垒之后啊，还是没办法得分。对啊，牛棚稳定啊，能把打者做解决啊，化解了危机。目前称为是圣投的候选人，换上的是麦高文。麦高文，这个金刚的打击相当不错，手背还有这个投球啊，相当稳定。但通常在面对新的投手，就是比较有机会。哇，94迈的一个速球。这个二缝线串得非常快，是这个投手跟刚的这个投手，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太一样的类型？对，因为一个是右投，一个是左投。哇，这球相当软弱，武力强，哇，差一点，是不是可以请这个挑战呢？看慢动作，我这个卡瓦萨基哦，动得非常快啊。这个川崎中德虽然说打击不怎么样，不过他的防守也算是一定的水准了。说到目前为止，两边其实在攻击上其实都被投手给封不住啊。连续两球都是一个界外球，追打一个坏球，这球，哇，也是一个刺杀的。这球投手呢，他还是以他的直球来做对决球，他球速也非常的快，就直达94到95迈。哇，这球第一球就挥棒了，不过这边健刚不健员，另外一手站着不动啊，想传一个接杀，三上三下接出了应对这局的进攻。那米勒的虚投啊，在我们看陈维英的胜哦，能不能稳住，就要看一下牛棚啊，这时候牛棚的那。准备程度，哇，连续两球坏球，其实对方打击率并不是很高啊。95迈的速球，哦，现在投到一好三坏。其实我们面对这种打击率比较不高的打者哈，还是要勇敢的投打手球种的对决。哇，就这一球既然是一个四坏球，是不是要换投手呢？是我们看一下牛棚的状况是怎么样。哦，并没有换，因为现在是左投的关系啊。川崎中德今天打击表现并不好、啊。直球，哇！机会输出。哇，相当可惜啊，这边几个落掉啊。没错，如果没漏掉的话，应该是直接是一个双杀。如
对啊，这球相当可惜啊，一垒手这边注意有一些瑕疵啊，不过三兄弟跟刺杀了跑往二垒的一个跑者，不过传统一垒已经来不及了，相当可惜。是。那川崎中则上了一垒哦，那我们米尔还是要看管一下。哇，96迈的一个快速直球，今天常见的最快球速。好球，连续两个球，都是好球。那我们看一下下一球，米尔是不是会投一个滑球来骗打者？哇，真的是投一个滑球，不过打者没有受骗。跑了！哇，这球打在农夫战术，三垒，哇，超级中的速度相当快啊！哇，没错。靠着一个蹭船是直接上到了三垒，对，因为 Jose Reyes 上了一垒，那 Miller 是Bautista，哇，牛棚可能牛棚准备要换人了，哦，对，可能要先上来了，没错。Now pitching for the Orioles, number 56, Darren O'Day。对，现在上场就要面对强大的 Bautista。对，一垒有快腿的 Jose Reyes 啊。Bautista， 好球！哇，这一球这是相当刁钻的。哇，深卡球掉得非常低啊。是滑球啊，他没有投深卡，刚是跑球。有什么？我只看到深卡。没有，你要看他那上面写个英文。左上方我知道，看。哇，这就是一个好球！他那个球柱下面会有一个，有看到，我看到。SL 就是滑球吗？现在投手第一志愿是双杀打哈，第二志愿是三振。我们看到现在的时候会不会偷跑，不断的破坏投手投出来的球。对，哇，这球结果是一个爆头，哇，相当不妙啊，所以这一球我一个变化幅度相当的滑球就如果没有接到啊，这是危险的，危险。对，现在最评分在二垒啊，我一打真的很黏啊。没错，我们看捕手是不是应该要配一个内角偏低的一个深卡球或者是直球来吸引巴蒂斯塔，球打向二垒方向，往一垒直打出去，二垒上的跑者现在被领到了三垒，但是危机现在还没有解除啊。好球！对，这样投球是他本身球速并不快，主要还是靠他一个刁钻的球。对，挥棒落空，然后球又坏球，连续两颗的变化球来吸引打者。那这时候牛棚是不是又有姿势了？对，剩两局了，滑把整。挥棒落空，三振出局。
其实这一局如果只是五分的话，其实不算是交代了。对。哇，而且对方目前为止安打数比较多的状况下，也少得一分。这时候我们希望精英队的这个球员再多打一些安打，站在垒包。就不卖的数据不好打，真的不好打。哇，打出去，这球机会不错。哇，这球落地，要两打。哇，相当漂亮啊！哇，这球打准。哇，这球如果说罗野手没有接到的话，不让球过去，其实是有机会造成一个三连打。对。因为这球机会，这球掉的蛮线边，蛮靠近线边的。我们看精英队现在的打者站上得点圈哦，能多打一分哦，对陈伟英这球这场拿胜头是非常有利的。相当的诡异。好，投手开始投进好球袋，两好两坏。哇，这球是投手前的一个捅地球。没有机会，二垒上的跑者赶紧跑回垒上。对，如果是跑三垒的话，投手一定会是马上传三垒。我现在一人出局而已，还是有机会。没办法准确打到他的球啊！三振出局，九十五迈的速球，三球三振。早安，午安，晚安。这球用的球非常的简单，用滑球椅跟直球做搭配。现在轮到是第一棒 Marquez， 他是我能把这一分打回来，然后今天还没有表现。又是九十五迈的一个速球，打者挥棒是有点慢。干他妈的，真的不太好打，帮我。二毛线。我觉得这种球真的是，这种框框是真的不太好打、啊。哇，左外野的高飞球，没有机会。你说要那种球技能量，你可以慢慢追打，那种比较好打。没有，就 ABO 那一种，就以打那个什么。那个野球魂，我觉得野球魂比较容易抓到的，但是以这种框框中拆的，真的很难拆，很难。这个就真的比野球魂还更难去抓那种感觉。哦，对，许投第八局啊。野球投手前的一个软肉力滚地球，快速扫码，明明打者。
然后在今天上场除了投一个爆投以外啊，其实是相当不错的。对，算是没有提着汽油桶上来。现在就取得一个好球的优势。有这个球并不好打。重点是投球姿势以及他变化球的犀利度。攻击方向没问题，我刚三垒手扑过去，还有可能没接到，导致球变换方向，甚至还有可能形成安打。他妈的，你朱鸿升哦，扑屁！有扑有交代。哇，现在换代打 ，Josh Tolley。哇，这球好球！哇，这球真的是 corner corner 的球啊！连续两个好球，打死都不会吧？哇，哦对，越投信心越投越好，边边角角的球控制的如此的精准。这球左外野的一个高飞球，见高不见远，直扎出局，三上三下，轻松的度过这半局。哇，果然是当今的王牌中继投手。This change defensively for the Blue Jays.Now playing third base. 这种牛棚已经准备好了。准备要派上这个 Freedom。看看这局能不能再帮陈伟多打一些分数了。不过是有点难了。哎，那球刺光圈太夸张了。你说以为是头中间就掉下去这样？对，要是那球，他妈的这一球就很有点难打，好不好？干，抓塞偷点 out！ 我想说他妈来个突击偷点，想赶快结束这半局吗？哇，今天 Aiden Jones 完全没有表现啊！扫到了位置吧，这一个二连打。哇，这个算是深远的二连打。哇，瞄准第一球就挥棒，而且是击到右外野方向的二连打。Aiden Jones 还刷今天没有表现，马上打了出，过一个大巴掌。哇，这打到投手的介绍区啊，是不是在跟投手调衅？哇，现在轮到的是击出全垒打的 Nelson Cruz。哇，也是挥大棒。对啊，打 Nelson Cruz 看到喜欢的球啊，马上就会跟进了。打出去，哇，这是相当软弱无力的一个投球，这球差一点有机会是上垒，不过也成功推进的二垒的跑道三垒。哇，现在就看如果说投手只要投出一个爆头的话，就是可能马上要投出一个。哇，投手。好了，直球九十五迈。哦，干死！哇，投手投了这个花球，尾劲非常的好，吸引了打者出棒。
犀利的滑球。哎，难得他妈打来这里，难打，都被解决掉。你哥在旁边 是？没有啊，我在笑啊。我干。好，准备要换救援投手上来了。Winton。Center fielder Colby Rasmus。Your attention, please. Now pitching for the Orioles, number 53, Zach Britton。我还是一个快速球为主的一个救援投手。Center fielder。也是一名左投。哇，他投球的节奏有点诡异，感觉有点两段。直接是被捕手接近的手套，但这球是。意外一个插棒球，这球打者真的是这很能忍啊。就不断的去破坏我手投出来的球。刚刚 Britton 的二防线速球得到96码，非常的快。这名打者 Rasmus 已经缠斗了六球了。三振出局，95码的一个二防线，快速球，从内角进去啊。Your attention, please.哇，现在又换上打者，代打。好球。相当有力啊，哇，其实 Britton 拿手球的就是直球跟滑球两种，我打者是不是都跟得到球？可是因为哇，不断的去破坏。三振出局，哇！站着不动啊，结果是被这一球滑球给三振出局。对，这球滑球投得非常漂亮。这经过一连串的缠斗啊，现在轮到川崎东哲。尝试一个偷点的战术，机会无法，我看到。哇！哇，川崎中的展现了他的快球的实力。哇，骑兵啊！这是突袭的单打。哇，没想到他的这一招现在轮到了是 Jose Reyes 啊！真没想到他竟然会来一个这么……还要严防川崎中学可能会爆雷的情形。哇，现在
所以要小心啊。来出去，游击方向，现在是没问题了。哇，这比赛结束，陈伟英这场比赛的胜投啊！恭喜陈伟英拿下第17胜了。对，这也是他个人新高的17胜啊。是，而且他在这一场比赛里面，又多少局？5-3/2局。5-3/2局是？是。没有失分，而且。后援的一个投手，这表现也相当不错，守住了陈伟英的一个胜投，跟过去比较不一样。那我们看一下今天关键的陈伟英5局4支安打，3个4坏球有点多，但是投出6次3振。那关键的是捏身出的那一支2分炮，没错。MVP 会颁给谁呢？应该是 Cruz 吧。尼尔森 Cruz， 没错，应该会是尼尔森 Cruz。我们看，陈伟英，哇，今天的陈伟英，这是我们的 MVP 啊，没错，最后一场比赛能拿到 MVP 哦，真的是非常的荣耀，没错，哇，陈伟英。表现真的不错、啊，我觉得他脸做的有点不够少、欸、嗯，远看比较像，远看比较像。那个补丁应该要再粗一些。啊！哇，除了投出3次保送以外啊，其实陈伟英今天真的表现也算相当突出啊。虽然说这个，那我们看一下今天。比赛的一个赛后数据啊，哇，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整个精英队挤出了5支安打，其中有一支是长打，对，没错，那一支关键的都不是挤出了全垒打，是。那蓝鸟队这边其实也挤出了6支安打，6支安打。Time of the ball game, 2 hours and 35 minutes. 那。Happen 也投出了8次3振啊，但唯一的败笔就是被库鲁兹靠了一支全垒打。对，那个安打是重伤，对。然后精英队这边陈伟英拿下胜投，那后面的接手的这个 Middle Jose 还有 Breeden 表现都相当不错，啊，也都是除了有一次。10分以外都没有其他的10分。对，陈伟英算是画下了一个正规赛的一个终点了、啊。加接着要面临到季后赛。嗯，就想今天就谢谢我们的西冈奖评啊。好，好，大家这个。明天早上4点哈，对，应该是等一下4点，我们就迎接陈伟英的生涯10胜。哇，刚好投完马上陈伟英的这张图，哇，马上截图啊！哦，真的不简单嘞，真的这张来做海报，我觉得好像不错哦，不错哦。可是我这样贴到粉丝团，会不会明天一输球就说是因为我贴的关系啊？我现在把我们粉丝团的封面换成。陈伟英这样，可以可以。那如果明天陈伟英输了，大家一定会怪我，对不对？我下午真的我看了统一那时候说5-3有没有？嗯，输2分，然后我就拍了一下他，然后后来分数就把他打到变10几。刚刚被我晒到啊！想看圣文是可以啊，只是我最近差不多啊，实况时间不会太长啊。
你死光真的有时候真的很累的，你光在那边讲就累了，对不对？真的很累，我就好想睡觉。对啊，但我还要在那个旁边边打边讲。对啊 ，NB 要出了、欸，还有十天呢、欸，所以你要买啊？嗯，我不知道，电脑好像也有，电脑也有啊，而且电脑的话可以改一堆有别的东西啊。对，对啊，电脑比较好，有补丁啊。对啊，刚让我失去买 PS4 的意义啊。是，我能买好多游戏。没有，有些是免费的。好，我们今天时光到此为止。今天时光到这。好，各位大家晚安，期待明天，期待今天陈伟英的渗透到来。好，晚安，拜拜。